刚不小心跌倒了一下，脚受伤吗？还好，我等一下检查一下。但是很糗，因为回来的路程当中，好不容易就已经快踏进去门口了，刚好就在媒体前面，就是摔那一下。然后我偷偷的瞄了一眼，想说好像没有那种闪光灯，我就赶快绕跑。这次也是去日本，也是想要带相机去，底片啊或者是数位都可以带去。对，我的相簿都是这种厚厚的一大本，然后很多本，因为我是相机富翁，所以我有两台防潮箱都在放相机，其实也放不完。大概几台哦？我觉得有超过，可能有20几台，二三十台可能有。我第一台就是很贵的底片机，就是他送的、啊，所以他应该是支持4月份。因为之前说过可能会无限期停工，所以现在就计划去。目前的话应该是会最少2个半月，最长还没有想好。我也想去。想去哪里？我想去澳洲一下，大家可以来，就我带你们一起去玩，去玩，放松一下。那国际新闻有没有关心他？有看到哎、欸，我想说他现在应该还是很忙，所以就是让他先把事情处理完。对啊，还好都没有受伤。他这个有看你在伤痕的表现吗？演出会跟他讨论？他好像没有看到哎、欸，因为那个都是电视上播的时间，可能都在忙。所以没有看到你最新的那个床和细节、欸，连我自己都还没有看到。我的床戏我记得没有很还好啊，因为裸背的是傅孟柏，所以应该是他要讨论尺度，而且其他人的尺度都蛮大的，我真的算是小家碧玉型。有啊，我有讨论说跟小韩的那个尺度比起来，好像是比较良家妇女型。对对对对，是良家妇女没错。我很意外，就是这个角色很受大家喜欢，因为我自己觉得在这部戏里面很容易会被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搞笑的人，但我觉得也很蛮不错的，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小太阳，可以偶尔点亮大家一下。